扬威武馆是我家。不好了，这武馆着火了。啊，怎么好端端的着火了呢？这馆主不听夫人规劝，冲进火海里去了。啊，这夫人也晕过去了。阿宁，你给我看看。你不是杜小姐吗？没错，我就是李玉湖。媒婆都跟我说了，等你死之后就把我送回扬州。又多了一个盼着我死的人。我想让你活着，然后跟冰燕姐姐换回来，把你还给她。那若是杜冰燕看上了袁不屈，怎样？我就要你嫁给我。你是谁？从哪儿来的？我是将军夫人。你说什么？你是新来的？之前怎么没见过你？我是医徒杜斌。听你的口音，扬州人。哦，是。扬州有个扬威武馆，知道吗？我们杜家是经商的。这经商之道你也懂啊？当然了，这18家商行我都管过。可有此事？管过。明天14商行的账目会审，你就来给他们讲讲经营之道。你们家小姐呀，她那牛都吹到天上去了。她说她在扬州管过18家商行，那老太君一听开心得不得了，明天就要考她。这可不是玩儿，小姐，你会考糊的。那就不考了。这要我说呢，就考。明日你便照葫芦画瓢，按我做的原模原样的演一遍即可。买卖不算账，生意难兴旺，不怕不赚钱，就怕货不全。见人三分笑，这客人啊跑不掉。好，言之有理啊。好了，眼睛一闭，多说无益。我不能再说了。为什么不能再说了？奶奶，我要是再说的话，就成老太太的裹脚布一样，又臭又长了。